大胆一点，进门窄就要这样装。进门窄，常规方法做鞋柜，大门会被挡一截，常穿鞋子门口堆一地，每天蹲着换鞋太累腰。厨房也十分狭小，试试这样做。一、拆除背承重墙，扩大空间，门边做到挺高柜，顶部收纳鞋盒，下方抽拉式鞋柜，收纳换季的鞋子。二、连接做到顶鞋柜，常穿鞋子都装下，好拿好取。三、对面贴全身镜，旁边折叠换鞋凳，坐着换鞋更舒适。四、里侧做到顶薄柜，放各种食材干货，关上柜门不落灰，中间安装管线机，方便喝水泡茶。五、侧边做到顶酒柜，酒水茶叶放这里。六、右边设计小吧台，方便备餐传菜，里侧一边放粮油，一边放厨具碗碟。七、连接组合餐边柜，既增加收纳空间，冰箱也完美嵌入。八、下方设计斜角卡座，大件杂物放底下，铺上软垫更舒适。九、吧台下嵌入旋转餐桌，方便日常用餐。十、安装吊轨推拉门，关上能阻挡油烟，打开大气又敞亮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